8月24日，防弹少年团 YouTube 频道板坦 TV 订阅人数突破千万，频道开设6年来，2018年的播放量便高达2亿5000万。板坦 TV 自2012年12月开通之后，于2015年11月突破了100万，之后3年订阅人数便突破千万，总播放量突破25亿，其中海外比重达到94%。防弹少年团总播放量进入全球艺人的 TOP20，成绩令人惊叹，期待他们以后更加精彩的表现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